这个哦啊，另外附带决议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的附带决议，第六页的附带决议。你怎么的变？大家看第六页的附带决议。那多一个时代力量的附带决议了啊、哦。那附带决议的一到五有没有问题？大家有没有问题？进一步看一下，你讲啊。时代力量的那个赶快分给大家哦，来，那经济部看一下那个时代力量的附带决议。哎嘞，我比他更严嘛？哈，嘛您那个。请请王次长。好，是那个时代力量的第六点哦，似乎是讲说，即使土地变更后的十年，好、哦、都不能移转给他人的意思啦哈、哦。但是因为土地变更后了以后，它其实就变成一般公厂。对啦，这个怪怪的啦。所以这个内政部是也不建议。这个要内政部来，营建署这边呢？跟各位报告，其实变更以后，就是他私有权。对，第二个，我们现第二个其实怪怪的，已经都受到限制。他本来就因为他变更过程，他已经有回馈金各方面的，而且他的使用项目也受到限制。好，那第六就保留了啊。一到五是不是时代力量的一到我们一样通过了哈、哦？这个跟我们原有的都一样。会同会商的嘛？会同会商的。我那边都通过。伊就去找你边那个通知官。伊六条后边那通知官，今麦就。伊听嘛，我他是不是马校校长？我了解你，这个是要一条一条来，还是一条里面有五个条？五个条了。哦，那这样子，那保留了，你们好，没有院长，过来接，等一下啊，来了啊。那个有名，因为哈、哦，我们附带决议的第六条，我们是只有一条附带决议。但是我们有第六点啊、哦，因为土地变更之后就变私有财，我们变更之后，因为它变更过程就有回馈金，就有消防什么什么什么辅导和合法，我们把它十年，好像在法律上内政部是有点疑虑哦。对，第六点啊，这个第六点我们先。保留好不好？好好。那我们跟一些团体讨论一下。好。那一讨论啊，那是团体讨论。不，你的回我不啊，你那边的代志啦。好，来柯总啊，我对啊对啊，你也跟很多团体讨论啊，哈，对吧？当然要跟团体讨论，跟人民讨论啊，哈。我这边提一下，就说黄主席比较重要嘛，就说有我可能最后下院会有不同的态度嘛，哈。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先保留。你先保留，我们保留了。好，附带决议我们也保留了，就先保留就保留了。要一下，因为他保留要想一下，那个徐委员或者内政部，我跟你请教，因为他这个第六点，第六点要十年内不能转移嘛？有一些土地他变更之后，他是要转移给承租人，对吧？他都把他的权利义务全部负担掉之后，对了，保留就保留了啦。好，那我们附带决议就保留了，好，保留。那现在哦。我们征求各党团的意见啦，哦，有共识的部分我们就读过了。第一个附带决议是要通过了，没有，我们有一附带。一到五就是我们的附带决议，不是，没有，他的一到五就是第六页，在第六页。不然你看好，有两个附带决议嘛，一个是我们进一步决议，对，决议那是要通过了。他们的附带决议，韩武的附带决议差一点只在第六点，他是文字调整以后不一样了哈。对啦，但是我。那个新闻，我们是用修正题啊。人民的权利义务用附带决议去把它约束掉，这个你就考虑想一想了，哦。对啊，我说我会去想啊，对吧？对了，那来，那那个蔡培慧委员的附带决议有没有就通过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我们就通过了哈、哦。那第六点，我们请时代力量思考一下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。啊、对不起，我询问一下哈，因为刚刚不在。那第四点那个会同。有改吗？还是没有？他的是会商。会商，因为我们提的是会同啦。好，那所以
所以蔡培慧委员的会商你这边是保留，对的，那这样子附带街就保留了哈，附带街就保留了。那等一下我们来处理程序的啊，等一下我们有共识的部分我们先读了哈，那三条没有共识大家可以上台发言，然后我们好再发言，各版本我们就由小党的先表决了哈，各自提版本啦，我们都表决好不好？好，提一下建议哈，就是落日这边，民党这边也是20年嘛，对不对？刚才我知道，我是说民党是20年嘛，哈，那要不要就我们跟你共提，否则变我们的版本先表决。他们现在是25哦，在21啊，三党都一样，20年三党都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要不要三党一起都一样共提嘛？版本写一样，好，那怎么样？都一样。我建议啊，因为既然协商没有全面共识，每一条都表决，把三条而已。我不行，我不要，我们不签每一条，因为我们从第一条开始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一讲，因为我们就不愿意替别人背书了，因为这是苏院长去年2月在总咨询开的支票，我们不愿意背书每一条表。这20年是我们自己背书，没关系，每一条表，哎 ，OK， 买了，不要买，到这里了。买啦！啊，这党不顾国库，这就不下。没关系，每一条表，我们国民党很坚持，很坚持。坚持理由详述是好不好？有，就是不愿意替民进党背书。这个是大家共同都没有意见的，谁是跟谁背书？好，那我们3:30我们就院会处理哈。所以国民党那个是打假球啊，需要落日，他们是打假球啊。